极乐世界第一德是无量寿啊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寿跟阿弥陀佛相同，佛无量寿，所有一切众生也无量寿啊！你说这个地方能不去吗？记住，去的条件幸运啊！念佛那是提升你的品位，品位高低没有关系啊，不必在乎这些。偶遇大师说得很好啊，偶遇大师说他自己啊，他决定求生净土。啊，什么品位呢？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品品，下下品往生，我就很满足了。他给我们做示范了，给我们做榜样啊！啊，这是真的。为什么下下品往生也是阿惟越之菩萨？啊，经里面没有说啊，下下品往生啊，哎。就不是阿惟越之菩萨，他经上没有这么说法了啊。那就换一句话说的时候，只要是往生，通通都是阿惟越之菩萨。这个我们现在还没有念到，好像是在第二十愿啊，后面第二十愿里面啊，对，第二十愿。啊，做阿惟越之菩萨啊，所以那个世界平等的世界啊。